大肥肉真好吃呀、啊！服务员，再来一份麻辣猪头，快点！哎，啊，我怎么睡着了呀？这梦做得也太真实了吧！我都闻着味儿了，可能是邻居王大妈又在烧红烧肉了啊，真香啊！甜心，走，我们去蹭饭去。甜心，哎，这哈皮狗又跑哪去玩啦？真是一点不让我省心啊！甜心，哎，不管你了，我自己去吃了。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正好这两天认识个妹子，我们去接来一起吃啊！开上我的跑车，我们约会去喽。不过好像要换成衣服呀，这身衣服是不是太丑了？这刚才洗澡的时候穿的。没事，咱们去衣服店买一身吧，买一身帅气的衣服，这样妹子晚上喝多了就会跟我回家了。毕竟跑星可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啊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哎，这什么破车呀，太难开了，还没有兰博基尼好开呢。漂移也漂不了，明天我就卖了啊，换一辆新车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抓紧时间加速，飞越小桥，再飞一个，啊！救命啊！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吓死我了，怎么翻车了呀？行车不规范，粉丝两行泪呀。还好没有死，要是我死的话，你们会给我烧纸吗？放心吧，跑星可是有主角光环的，主角永远死不了。哟，还是可以漂移的这个车。好的，我们到了，把车停好。这里应该是开了一家新的服装店，去挑一身帅气的衣服啊。我现在这一身也还好吧，不是那么的丑啊，就是头套有点恶心，一会儿我要换一顶帽子。这家店好冷清啊，一点生意也没有啊。那就让我来照顾下你们吧。这也太老气了，一点不符合我的气质。这也不行，老板有没有年轻点的衣服呀？我可是精神小伙儿。嗯，这样可以，就你啦。啊，真帅呀、啊！再来顶帽子，非常有嘻哈风格啊，就这个灰色吧。再买条裤子啊，下面还是短裤呢。老板娘，裤子有没有啊？不是要内裤啊，我要长裤。对对对对对，红色的，搞定，就这一身了啊。兄弟们，跑星的审美不错吧？老板娘结账。嗯，哇，这老板娘长得不错呀，挺好看的，美女前台呀。妹子，你多少钱啊？我把你也给买了吧。神经病吧你！你就这样骂顾客的啊？顾客是上帝，知不知道？赶紧把微信给我，不然我就不走了。你今天就别想做生意了。怎么样，给不给？就你这种屌丝，还想要我微信？想屁是吧你？你别惹我啊！我告诉你，看见我大饼一样的巴掌了没有？怎么了？你还想打我呀？嗯，炮星有原则啊，不打女人。那咱们击个掌吧。赶紧滚出去，你这个人有毛病，我发现你。为什么我要不到妹子的微信啊？为什么？来人啊，老板娘打人啦。你搞事情是不是啊？我报警了。这是你逼我的，气死我了，什么态度嘛？我堂堂炮衣还没受过这种委屈呢，给我等着吧你。 Kitty Money Coco